喂喂喂，哎，那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红艳特点实况。那这是小红第一次在 Facebook 上面做，就是直接用 FB 的直播做实况。那今天要玩的游戏是恐怖版的马里奥。那因为这个游戏本身是恐怖游戏，所以如果对这类游戏不擅长的观众，那就请斟酌观看。对，好吧，那因为这刚刚小红有做一下直播的测试，所以有先跑了一阵子。那不管就我们就直接重新开始游戏，然后当我要选 Mario 的时候，他不给我选，所以我们只能选路奇。然后就有一瞬间画面好像变得特别血腥。啊，我以后那些金币什么都不能吃。哎，这游戏小红之前有玩过前面几个关卡，然后没有完全破关，今天试试看把它玩完。I want to play with you. 然后这边就刚刚我也在这边拒绝好几次。最讨厌的就是毒香菇。我刚才测试影片如果没看到的，好吧，吃一个。这情形。先顾放在那个掉下去啊。看出来应该是有五次。真的是
要抓一下走位。算好那个跳起来的距离。刚刚我键盘卡键，真是，哎，又再一次GG，好吧，没关系。
快过了，只是感觉而已。无限循环，然后又再一次毕业。差一点点，其实试完的时候有过一次，然后我不知道是那时候我是怎么过去的。吓死我了！哦 ，That which wait for you on the look will soon level. 哎，我操，没看完。Hello, Luigi. I want to play with you. Are you ready? 快一换。刚才没想好，有点惊慌。到下面 Rules are simple. You should not fail. Differently, you will die. 然后我看不到啊，下一个平台，下一个平台，这，哎，我没跳起来，哎，哎呀，好吧，我得承认这游戏不容易过，真的太小跳了。
继续关卡吗？看起来是不行，我都要哭了。唉，说刚才我真的很认真的，就是我要比刚刚更认真一点。我难道一定要路冲刺才有办法闪过去吗？不是吧，已经够难闪了。
说这游戏有一点点，小红自己感觉啦，有一点靠运气嘛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反正今天小红的状况不是很好，对，没顾着按加速完全抓不住了。Thank you.
忘记我刚才怎么过了，好像真的是碰运气，然后就抓到那个时间点，然后就跳起来，那就过去了。慢个0.5秒就一定会死在那边。找到节奏又好像没有，那你这种失控，别小心，刚才被吓一跳了，别想叫我爹死。希望这一关也可以顺利过。我只剩下，好吧，你加血，我就只能死两次。
越紧张越容易失误，但是我得承认我现在是真的很紧张，这个真的不好听。这个平台没有错，但是我好像跳过头了。哎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突然一个两段跳是怎样？这个平台，这个距离让我有点紧张。一次过，然后我没按到停。哎，小红之前听过有人说过，一个人的极限可能就在那个点。然后我刚才对，又在刚刚玩到第三关那个点一模一样的地方，也死在那儿。但是感觉这一轮可行啊。想我先看，切屏注意看一下时间。好吧，咱们再试一次。我就不信了这一次。繁荣一点，认真的跟一颗蘑菇在比腕力，好吧，对我来说，我是在比手速。在哪？哎呀，看到没踩到，一样没有用。
极限。掉下去，还好。这样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在那里吗？那里吗？哎，吓死我了 ！I think the devil want the help to you too.十足的宝物可以从里过。这都没有这么严格啊。刚刚那一次真的不是我问题，我刚刚已经放开，但是好像我已经被卡进了，没想到现在家里桌垫的键盘上进有一点点卡。
卡卡的，那还可以正常用啊，就是刚刚给我卡在一个很不应该卡的时间点。好，我的讲话，然后我累了一下，很好。自杀再来一次好了，这个命后面不知道怎么玩了、啊。小红今天是用 FB 直播，然后我刚才上网发问，好像说 FB 直播一次只能一个半小时，如果等下停掉的话，可能还要重开一个。奇怪，我记得这个游戏不长，为什么可以玩超过半小时？哪里出什么问题？刚刚我画面会抖，不知道是不是 bug。哎，刚才那一局我刚开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操作的，啊，停了一下，然后才可以操作进去，那是 bug。我啊，不行。你停是不是？关卡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一句话，什么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想干嘛？奸笑，哎，你怎么把他？哎！啊！妈的 ！F 叉叉叉叉 K， 吓我一跳。Has come you turn？ 啊！天哪！可以不要这样吓我，毛都快被吓到竖起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！怎么回事？啊！哪里 ？Game over！ 好吧，看起来应该是玩完了。然后左上角 Art by Max A27998， 然后右下角有作者 Game Created by Corey。 好吧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到小红有点被吓到，有一点语无伦次。今天实况就先到这里。我现在还有一点惊魂未定，然后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叠了那么久，后面还是一样，就就是也是只有死路一条，好吧。本来想说今天好玩，结果今天也是把它玩完。时间的话会再找其他游戏实况，我们下回实况再见，拜拜。也许我们可以去地狱，不是为了你做的事。也许我们可以去地狱的事情，你不承认的。答案竟永远不会到来，结束了。这是翻译上的问题，我感觉念起来语气不是很顺啊。看起来应该是没后续的。好吧，来，游戏好像自己关掉了，反正，来，今天到这里，虽然我刚才好像讲过一样的话，好吧，下回实况再见，拜拜。